Oh my god. It's fine. Are you kidding me? Oh. It's okay. It's fine. I knew you were up to something. That's okay. I'm always up to something.老师就问所有的同学说：“你们喜欢好天气还是下雨天？”结果只有子澤说他喜欢下雨天，然后老师就问他说：“为什么？”今天我去接子的时候，老师跟我说，他们有一天好天气的时候，老师就问所有的同学说：“你们喜欢好天气还是下雨天？”大家每个同学都说喜欢好天气，结果只有子的说他喜欢下雨天。然后老师就问他说：“为什么？”他就说：“因为下雨天，爸爸就不用去夜市可以陪他。”好感人。你很爱爸爸的呗。爸爸也很爱。决定今天要休息，就因为这句话。可是我那个已经退出了，爸爸去一下就好。我早点回来可以吗？好。